咱有讲法律，咱有讲道理，咱有讲人情。你讲，咱行动党的议员跟恁的部长是甚么关系？兄弟姊妹咧。有时我看到我的部长，我是叫伊的名，伊嘛是叫我的名，你知不知？你跟我讲，刘全强去拄到咱的张志贤副总理，伊有介兄弟无？你的代志哦，你是 WB， 我人是 BAB 哦 ，sorry， 徛较远淡薄。唔要哦，不可能。咱真侪问题啊，讲高级公务员讲袂使做，咱甲部长讲，部长想了，伊阁讲袂使做，咱甲总理讲，总理无想啊，总理也去想，这个物件咱做了，是不是对咱后港区的人民甲咱的区有好？好，总理支持咱，就甲咱帮忙去做。这个就是我们选 PAP 候选人入国会无相的所在。你也跟我讲 PAP 的议员跟反对党的议员是相像，你就是让人骗去。你今天我白金华在台顶跟你讲，你选工人党跟选行动党是相像，工人党更加好，更加有民主，各位声更加多。我跟你讲，完全是骗人的。因为插政治是爱讲良心的，是良心办事。啊，所以你无办法用良心办事，卖去插政治，你去做白米。所以这个一记的，咱5月26号投票的时阵，也就爱支持咱的这个潮州后生仔朱培清，啊。我们呢，后港区的选民支持我们行动党的朱培庆，是朱培庆来后港最大的荣幸。文亚伯，来什么？对不对？嗯。然后伊入来国会了，朱培庆入来国会了。咱的后港20年前的代志无去了，咱换一新的，你去做看卖去，4-5年去试看卖去。我甲你担保，这颗后生仔包住了比方永发国家好。4-5年后，你也感觉朱培清做了比较好，比刘兴隆个好个比。刘全强较后，你阁有时间，阁该换多顿饭，予刘全强。伊阵呢，我白正发唔敢来接到代表行动党讲明了，这可是肉骨的 number one。嗯，查理米西，工人党的群众大会。阿朱尼国会议员陈色茂，伊讲一句话：人做事天在看。伊讲人做事天在咧看，啥唔知？咱们看卖吼，咱行动党啊，按早时做甲今日，咱新加坡。人民支持行动党政府到今日发展到今日，咱是坦坦然然、光明磊落，咱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？所以，咱什么代志，到到今日，这个国家是真麻烦，你知不知？你会记得1965年，马来西亚东部阿杜兰这个脚给它踢掉，咱飞出去。咱默默守咧，咱也唔知要安怎活掉啊！1965年，咱差一点死咧。六几咱人行动动，硬动，动到今日，动活起来，怕死无走掉。因为咱袂使走诶，咱若走了，咱新加坡就了了。
你讲六五年个，咱到今日，新加坡咱有啥物资源呐？天然资源多，铁啦、金啦、啊、石泥啦，啥物本无？连水本无，到最近甲去霸名新鲜水，逐摆咧人。出比讲，你甲我猫淡薄咩？甲你做做水卖好哩，咱就行甲脚软软。即阵落去，咱有水，所以咱较好淡薄。你会知新加坡啊？人全世界什么物件？国家计嘛有，咱有啥物啊？咱有两项物件免费的尔嘞，你卖袂记哦。做新加坡人永远都要会记的。咱新加坡马路有空气是免费的嘞。还有呢，咱马路有啥物？有太阳的阳光是免费的，阳光跟空气是全世界国家、全世界人民本有的，咱也有。全世界人民真侪有的，咱拢种无半项咧。你讲咱惨无惨？我去中国，我去俄罗斯，你在人家讲，哎，新加坡什么本无？啊，你的米倒落来，你讲倒落在米啊？讲米买咯。啊，你那有肉无？有鸡有鸭有菜？我讲有啊，还是买咯。啊，你无要安怎买哩？我讲用镭买。啊，你镭倒落来，赚你啦！即个落是咱新加坡，咱若卖用咱的人的人才，咱去赚镭，那今日炸落死了。你看到今日呐，新加坡镭啊去，那么我那么点去？你看美金无？美金上去，英镑上落去，马克、欧元。隆重落，菲律宾比索落，印尼盾落，马币一到六五年跟咱比平，哈，一块对一块，即阵你一块新加坡你要看啥，换两块币的马币。咱大家想想一下，安怎咱新加坡做到今日，咱安尼成功，咱克服，咱安尼做安尼做的大问题，无办法死活，无办法生存的大问题。按照今日，咱就各方反对党，咪讲咱这个唔对，这个唔对，讲咩民主，我咪知咩民主。新加坡无民主吗？投票，全国大选、补选，一人一票，啊无民主。刘清泉按照入国会，啊未民主，啊用你五个议员按照入去国会，有民主无？有。但是咱的民主未使先算来。咱的民主啊，讲是死出来，咱死翘翘啊！你看偌济国家咧，法国我拄拄法国转来，两礼拜前伫法国，1978年我去法国，2012年4月尾我伫法国，我看到头摇摇头讲讲，咋死法国经济偌好诶，即阵死未正烂，经济无好。无工做，你即扒手打抢出真多。你去到法国啊，你会记哦，你的皮包都扭扭按按咯，你也卖扭按按咯。随时你的皮包本无去，唔通想讲你伫学掉，我学掉内面，我太太伫学掉食早餐本皮包本无去。你唔通想外口个个人笑啊，连你食早餐内面五星级酒店本无去，无工做，无本价，咱新加坡被派了。我逐摆讲。我唔敢讲，咱人 PAP 是十全十美的，但是咱新加坡的 PAP 是袂歹的，同意无？ Yeah， yeah。敢人讲 WP 有比咱较好无？无，所以咱来斗 PAP， 斗朱皮青。最后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本来个要想要反驳，因人个飞旋去医院讲什么，咱人什么 SMRT 啦吼，出大事啦，等你去讲什么，咱人个什么奖学金啦，到个破奖学金，我跟你讲拢都无虚的，卖去可以讲歪去，一讲个你表面上听是敢那真哩，但是你啊认真去读报告。你就知影唔是真嘅，我用一句话给大家知。有一年我伫国会内面，民主党嘅林浩东、林孝纯，伊伫国会讲，伊个部长辩论嘅时阵讲，我反对党看到是这样，
我知道是这样的，所以我告诉新加坡人是这样的，我错在哪里。一说你看到是这样的，一听到的也是这样的，所以跟全新加坡人说，他说你不要傻了，我说你傻了，你看到的是这样的，你听到的是这样的，不定不一定是定就是对的。哇，他就站起来国会批评我，我给你听哦，你今天看我们天顶的月亮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月亮滚滚吗？目睭看耶和华你看得到吗？看不到吗？所以你跟人说哦，哎，月亮真滚啊，各位新加坡的阿伯阿妈姐嘛，我们来去月亮真滚啊，我们去耶和华你写远就无，耶和华你看不到，月亮看得到，看得滚滚，别给我先去啊。我是比如给你听，有的东西不像这样做、啊、所以我希望我们五月二十六号投票的时候，为了国家美好的后港，我们要投朱培正一票。为了有一个国家无相的后港，国家水国家好的后港的住宅区，人爱投朱培正一票。朱培正，朱培正，求上进，老人好心给金书盖，老少卿日日新，支持他。像这样的年轻人，这个丢就好心点。朱培正好稳定，进入国会就有智慧，支持他。非常谢谢白振华同志，给朱培正一个机会，让他做你的国会议员，进入国会代表你们。谢谢大家，感谢。